各位大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酒瓶。酒瓶，行吧，就当它是酒瓶吧。你要100块钱是吧？我考虑考虑。这几个铜版画咋卖的？啊？这玩意儿，这几个碗子咋卖的？200块钱一个。200块钱一个。啊，咱们都要九福碗。这酒瓶子40行不行？行，行，嗯。我想啊，大部分人已经猜到了，虽然呢这件容器也能拧开，里边呢也能装酒，但是啊它可不是酒瓶。行了，不卖关子了，这件东西啊其实是一件外国的老物件，年代啊相当于咱们的民国时期。这个呢就是外国人用的暖宝宝，也叫暖水袋。咱们看这里啊，有钢印，有款，这些款啊应该是生产公司生产编号之类的。以前呢可以往里注开水，然后呢就可以暖手暖脚暖背。咱中国古代其实也有，只不过不是陶瓷做的，咱中国人古代用的叫汤婆子，材质一般是铜的，原理是一样的，上方也有个盖，打开盖以后呢往口内注浇开水，与外国人那个是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个外国版汤婆子其实没有什么太高的经济价值，我为什么买呢？就是花40块钱给大家科普科普，如果大家遇到这个东西就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了。